同样是庆祝儿童节，宜兰家福中心就特别安排了十位表现优秀的受助儿童，在县府跟社会处长黄龙冠来见面，而充当小记者向处长来提问。而对于处长的工作内容，小朋友是十分好奇，一直天真的发问，让处长觉得相当有趣。家福中心的小朋友坐在县府会议室里，和社会处长黄龙冠面对面，用孩子的观点提问。请问处长都做些什么？礼拜一开始，一早开始就会有一堆开不完的会，然后还有晚上，这是早上白天的时候开不完的会，还有看不完的公文，啊，还有晚上还有跑不完的行程。请问一下，我一个月的薪水多少钱？好，知道我的薪水啊，这个真的还蛮犀利的问题。那个当到处长的话，看你的职等啊。如果十职等、十一职等、十二职等，不同职等的薪水都不一样，然后，因为我是十二职等，所以薪水会比较高。儿童节前夕，宜兰家福中心表扬十位优秀的受扶助儿童，还带小孩子们到县府玩游戏，度过开心又充实的假日。比较不一样的方式，让你们过一个不一样的儿童节表扬。以往儿童节表扬就是披个彩带啊，就颁奖的。可是我们觉得今年每个孩子的事迹都非常的特殊，目的是希望你们有向上的力量。比方说，你们就跟他处长这么的努力，以后你就知道，我也要很努力，我以后就可以脱离贫穷。家福中心积极规划活动，鼓励儿童有所发挥，勇于表现自己。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报道。